这个讲这个古今的这个异同。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这种细微差别，有些词汇有细微差别，我们举个例子，大家看这古今词义的不同里边，看第二类，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看到了吧？完全不同的，是不是你不会发生误解的？因为完全不同的你扔进去可能都不能一定能说通，对不对？只有那种是一点点细微差别的，你才容易犯错误。比如说这个兽，兽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本来的意思是卖出去的意思，听明白这意思了吧？应该是你翻译成英文的应该是 sell 后面还要加一个 out， 对不对？是卖掉的意思。那今天是不是仅仅是卖的意思？零售是不是就是分开来卖，对不对？那古代一旦说售，一定是成功的卖出去了，听明白的意思吧？啊，他可以说卖不售，卖不售的意思就是卖，但是没有什么卖出去。这样的话是不是告诉大家一个意思，就是古汉语的售实际上是包括了动作加结果啊，是不是包括了动作加结果？然后跟我刚才讲的食物的食，实际上是不是包括动作加事物，对不对？类似的例子，比如娶妻的娶，是不是也是动作加事物？那这么个比较以后，你应该有个体会，就是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古今汉语的词义变化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古汉语的词的词义相对比较综合，它包含的语义特征更多，现代汉语呢往往把它的特征给它什么分化掉，分化以后是不是古汉语用词来表达的，现代汉语就要用什么来表达？用词组来表达。是不是本来古汉语一个词表达意思，相当于现代汉语要两个词来表达，明白这个意思啊？这是表示词义变化会带来句法的结构的复杂化，当词义从综合到分析，那句子就会由简短到复杂。那么举一个更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非常典型，我们今天讲用水来清理身上的污垢，是不是有好多词可以说啊？有好多个表达的东西吧，身上的洗头发可以吧，啊，洗手可以吧，洗脚，洗身子，如果不是身体的，是你穿的衣服，是不是你可以说成洗衣服，是不是可以这样的吗？不管怎么样，你用了一个什么表达方式啊？你是不是用词组的方式，或者至少用两个不一样的语言音义结合体叫语速，对不对？总之你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加法，是不是分析了？那我把它还原回去，古汉语，当我在洗身子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说？浴，是不是就完了？洗身子是不是叫浴啊？我如果洗头发呢？是不是叫沐？是不是？如果我洗的是手呢？那看你怎么洗了，对不对？水，这是水啊。这个字是不是罐？啊，罐。罐是不是两只手？水从两只手这里面过去，然后呢，水流到了下面的那个托盆。古人洗手是不是里面下面有个脸盆一样的？手放在上面，然后有个佣人把水什么浇上来，然后你洗洗洗洗洗，水是不是还在那盆子里边？看明白了吧？这叫罐。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直接叫做什么呢？你直接叫澡也可以，也是洗手的意思。洗脚呢，叫洗，洗脚叫洗，听明白了啊？那洗衣服呢，叫换。是不是啊？那你是不是很清楚的感觉到了，古汉语是不是只需要用一个动词来表达了，今天是不是要有一个短语来表达了？那这个是不是反映了词义从综合到分析，很有意思，对不对？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啊。那这个变化里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啊？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其实是一个走了一个什么过程啊？你在不断的在概括，是不是不断的在概括啊？
你事实上你去问，洗头跟洗身子一样吗？方式一样吗？强度一样吗？是不是其实是不一样的？洗衣服是不是也不一样的吗？你怎么样捕捉到这所有不一样里边的一样的部分？那这个过程就是从古汉语所有的动词最后走向洗这个动作的动词的过程，是不是你要不断的叫概括概括概括？那这样概括概括以后，今天的动词相对于古汉语的动词而言，它的词义是不是要宽泛很多啊？这个里边反映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去翻译古汉语的动词啊，其实有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古汉语是一个动词的，很多时候你要用个词组去表达，对不对？很多时候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它综合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或者是里边综合了动作相关的事物，或者是综合了动作相关的结果，还有或者是综合了动作的方式。动作的方式不展开论证了，大家看这个字就行了。这个图，图本来的意思就是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的行走，就叫图，是不是相当于英文的所谓的 on foot？ 明白是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今天的所谓的徒步，是不是徒步？因为你是不借助任何工具的，所以古代打仗的时候，对不对？车兵后面是不是跟了一部分不坐车的那些兵啊？那些兵是不是就叫徒啊？是不是就叫徒嘛？对不对？车兵跟不后面那跟的兵是不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我说的这个古今词义异同里面动词的。那名词的话，上面列了什么菜啊、什么脸啊、皮啊等等，主要是范围在，也是一个范围的变化，整体到局部，局部到整体，无非是这么个变化。还有一个是褒贬的变化，大家看这个192页，他说的一个褒贬的变化。褒贬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是也是范围的变化？举个典型的例子，比如爪牙。爪牙是不是本来就是得力助手的意思啊？但今天是不是要变成坏人的得力助手？今天是不是要变成是帮凶的意思了？对不对？那古代的意思，爪牙最早意思可能是古宫之臣的意思，辅佐大臣的意思，对不对？可能更早是这个意思啊。啊，这是关于古今词义的异同啊，我不展开去论证了，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个古今词义的异同也罢，这个同义词这一章也罢，还有前面讲的引申本义这些也罢，其实归根结底最重要的都是让大家注意去如何去把握一个词的词义，对不对？把握的视角有两种，一个是深入到这个词的内部去看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关系，第二个是跳出这个词去看这个词跟那个词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无非是这样的吗？那怎么样去比较这个词，刚才讲了是有个方法叫反义关系，对不对？那关于这部分的成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人的书啊，我们刚才也提过他，王凤阳有本很经典的书，到今天我觉得也没有人超越他。王凤阳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中华书局出的，叫《古词变》。那这个人有多厉害呢？就有这么一个笑话，就有一个90年代的一个学生在网上发帖，他说我要考王凤阳先生的硕士生，然后问大家说王老师的这个联系方式是什么？那个时候大概可能是98年到99年了啊。结果有个人给他回了一条，说你如果要问王老师的联系方式，那你得到天堂里边去问，你得到去天堂。就这位老先生，这不叫老先生了，其实他去世的时候很早，89年的时候就去世了。当然，一直到90年代末，大家还认为他还活着，他还活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学术影响力太大了，对不对？他这本书太经典了，对不对？经典到老是有人提到他，你是不是老觉得他活着呢？对不对？老是提他的时候，他老是有活着的感觉，对不对？王凤阳的古词变很经典，他去辨析那些同义词跟反义词，很到位，很到位啊！很多都是觉得太细微了，一定是古汉语学到很精深才会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他这个人本身又有个特点，理论水平很高。他的《汉字学》这本书，从目前来看，关于汉字研究的理论水平，基本上也没有人能超过他。那一个材料又很熟，理论水平又很高，这样人是不是很难得的？但是很难得的人一般都去得早，对不对？啊，都去得早。剩下那些不咋地的人就当学霸了，对不对？啊，厉害的人都上帝早就让他去了，对不对？活着太累了，还是早点去天堂。他长得比较厉害，现在可能要100多块钱。我那时候买的时候，二手价还是翻了好几倍的，40多块钱。
对不对？最早的时候才十几块钱，对不对啊？这是关于这个同义词，最后就讲到这儿啊。接着进入到，这都是刚才讲的词义问题啊。接着进入到语法，那再进入到语法，再回想一下我上午讲的到目前为止的大概的知识点，是不是分成这么几块？除掉绪论，第一大块是不是讲文字学？文字学最重要的是不是讲了六书理论？跟文字学里边的基本术语，就字跟字什么关系，古今字等等，没问题了。第二部分是不是重点是讲了词义学？是不是词义学？词义学最重要的概念是不是本义这个概念，引申义这个概念？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是不是讲了一个同义词的问题？同义词是不是讲了共识的跟历史的？是不是大概这么个情况，对不对？那词也讲完了，字也讲完了，从字到词，词应该到哪了呢？词是不是到词的组合？词的组合是不是就进入到句法？是不是进入到句法？我们没有讲词法，词法是不是刚才我讲音变，这些是不是属于词法问题？上古汉语最早的时候是用内部曲折来进行构词的，到后来是用复合法来进行构词的，是不是这么个变化吗？啊，所以中古以后汉语就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道路，就是汉语的词开始双音化，这是不是从中古开始的，一直到今天，对吧？一直到今天啊，那词有了以后就要去讨论词怎么组合，这就是语法。那词怎么组合，首先要讨论到一个问题，每一种词的组合能力是不是有差异的？是不是有差异的？比如名词有什么组合能力啊？动词有什么组合能力啊？形容词有什么组合能力啊？是不是这些都要去讨论的？那根据这些词的组合能力的差异，最后可以把先秦汉语的词进行分类，组合能力不一样的分成不一样的类，最后得到先秦汉语多少个类呢？有大概十个类，把它叫做词类。啊，这我不给你展开，我们在现代汉语讲语法的时候会给你全面展开什么叫词类，词类怎么画，为什么这么画。现在你就假定你知道词类是什么，把古汉语的几个词类的名称给它记住，可以吧？那这几个名称，名动形没问题吧？名动形是大部分语言里面的什么三大类。但今天从历史语言，从这个类型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词，所有的语言都要区分动词跟形容词，不是所有语言都要区分，语法上。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形容词可以归到动词，说清楚了吧？换个角度去说，名词跟动词的区别比动词跟形容词的区别更加显著。那这个显著在哪呢？名词主要发挥的是指称功能，动词主要发生的是陈述功能。语言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怎么样，这是语言最重要的交际功能吧？你每天是不是都在告诉别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啊？那什么用什么来表达呢？主要用名词来表达。怎么样用什么来表达呢？主要用动词来表达。所以动词跟名词的区分反映的是我们表达功能里边的指称功能跟陈述功能的区分，说清楚了吧？啊，说完了啊。而形容词是不是一定一样，是不是可以放到动词里面去的，对不对？它其实跟不及物动词其实分不清楚的。好，接着看接下来的数词，没问题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但如果从语法上来说，古汉语的数词长得更像是谁呢？一二三四五六七，你觉得古汉语的数词长得更像谁啊？从语法功能上来说，长得更像是形容词，是不是？长它主要做的功能是不是很多是做定语或者谓语，对不对？啊，这是我讲，如果针对纯粹从语法上来讲的话，古汉语包括现代汉语及数词都可以放到形容词里面去。形容词。接着你要注意到，数词后面是不是没有量词啊？这是不是古今汉语词类重要的词类格局很重要一个区分？量词是一个不断发展出来的一个什么词类？那这个地方注意，我们讲的这个量体量词说的是什么？主要说的是个体量词，一条鱼的条，一张桌子的张，是不是这类量词最早的古汉语是不是没有的？
啊，古汉语是不是 一张桌子是不是直接说一桌是不是就完了，一椅是不是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再看副词，副词大部分从哪个地方来的？副词大部分从名词、动词、形容词变出来的，当它们专门用于状语的位置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副词。这样我是不是又告诉你一点，副词是不是相对来说产生的时代也要晚一点，对不对？最早可能只有名动形，对不对？没有副词，没有副词啊。再接着看代词，代词的古汉语的代词系统是不是很复杂？比如说今天现代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你一说无非就是我、我们、咱们，是不是无非就这么几个？但古汉语一说第一人称，是不是太多了？吾、余，对不对？还有谁啊？还有昂，昂首挺胸的那昂，去掉上面那部分，对不对？还有仆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对不对？第二人称也很多，有儿、有乳、有奶，是不是也有很多？对不对？有弱，对不对？这个是古汉语跟现代汉语在代词上最大一个区分。古汉语很丰富，古汉语代词系统很丰富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古汉语的代词，我们今天讲现行汉语的代词的时候，是不是它其实讲的这个历史是很长的？是不是它可能包括从甲骨文到西周到春秋战国，是不是这一摞啊？这么长时段，你想象一下，即使你算到秦，算到公元前221年，从商代中期算下来，这样算下来是不是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1000多年的历史文献里面展现了人称代词很多，是不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个，我们是不是没有分地域啊？古汉语我们讲现行汉语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地域啊？说这是楚方言的，这是秦方言的，是不是没有这么去说吗？如果分开地域的话，是不是也会少很多啊？打个比方，现代汉语我是不是仅仅说普通话人称代词第一人称就这么多啊？如果你放到现代汉语的方言拿上来，那是不是也不得了，也五花八门，对不对？如果你把现代汉语所有的方言的第一人称代词跟普通话的都合在一起，那这个代词系统是不是必然也很复杂？所以我们说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现行汉语的人称代词很复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没有去理清楚时间因素跟空间因素，这是两个，前面两个。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古汉语的代词它的功能比现代汉语的代词的功能细分的可能更加细一点。举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在先秦汉语里面，这两个只是代词，是不是应该是有区别的？这两个人称代词是不是也是有区别的？举个例子，我们看齐跟之，齐跟之在先秦汉语里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齐基本上做定语，之基本上做宾语，是不是做宾语？之基本上是不是很少做定语？这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如果你统计语例的话，大概是99.99%。那这规则是不是很强大了已经？好，这两奶的话，在先秦汉语里是不是基本上是做定语？相当于是你的、你们的，对，这个一直到陆游的告乃翁，对不对？对不对？还是这个定语的位置。而这个儿呢？是不是基本上是做主语或者宾语，对不对？尔为尔，对不对？我为我，对不对？啊，同样的情况，我跟吾是不是也有区别的？吾基本上不做宾语，我呢什么都行，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更重要的区别，除了我刚才讲的模仿或者说对照西方的格的变化，西方是不是有主格、宾格、属格？你是不是根据这个句法位置来看汉语是不是也有这个区分啊？有些词啊，除了这个区分以外，汉语的古汉语的人称代词还有个很重要的区分，它注意交际功能。就我说话的时候，这个跟谁说话，想表达什么效果，这个是不是日本人的日语里面是不是很典型啊？日语人那个称谓太复杂了，对不对？那古汉语也有这个问题，古汉语一般什么时候用我啊？当你想强调说话者的个体性的时候，特别是跟别人对举的时候，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明白吧？当你想表达跟大家是一伙的时候，你更喜欢说的是我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对不对？你说吴国，更多的感觉上让我们理解是我们的国家，对不对？你说我国，
跟人家感觉哦，不是你的果，是我的果，除非这个区别啊，这都是很细微的一些区别啊。这个也是，如果你去研究古汉语，到一定层面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啊，讨论这个问题。好，到这为止都是实词，剩下的虚词、连词、叹词、语气词、介词，叹词不用管了，语气词我们后面讲这个，标点的时候还会提到，讲最后还有一个专门去讲这个问题啊，介词、连词也有个专门的。这是关于几个大的词类。那这个格局说完了以后，我们来问这几个词类有什么功能啊？大概这么几个功能，动词是不是主要做谓语？是不是这是它的功能？名词主要做主宾语，这是不是它的功能？形容词呢，主要做谓语或者定语，是不是这样的？当我说主要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它还有次要的功能？名词能不能做定语啊？可以。名词能不能做状语啊？也可以，是不是也可以啊？那这地方就牵扯了一个问题啊，你确定了某个词类是对应什么功能的时候，反而是不符合它的功能的，是不是你就会说它是活用了？如果它不经常用，比如说动词做主宾语，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可以说这个动词活用了？这是一种表达方式吧。名词做谓语，是不是你也可以说它活用了？活用做动词了，比如晋灵公不君，你说这个君活用成动词了，这是不是你要确定某个词类对应某种句法功能的格局，在这个前提下是不是再去判断活用，听明白了吧？那在这个格局上去判定，凡是不符合这个格局的并且使用频次比较低的，是不是才能叫活用啊？如果使用频次很高，是不是你只能理解成是它的次要功能？那我们来讲，你看有这么一个东西，一个词它有几个层面的功能啊，主要功能，还有呢次要功能，还有呢服用，服用又叫什么呢？临时功能。这三个层面能理解吧？那这样理解清楚以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例子就清楚了。比如说荀子劝学里边说非能水也，对不对？非能水也，这个能是不是应该是一个能源动词？或者不管你怎么分析，这个能后面是不是一定要跟着宾语，一定要表示动作的？而水本身是不是不能表示动作的？所以这个水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把它理解成是什么？是动作的意思，是表示游泳的意思，对不对？但是你会问，那它这个意思，游泳的意思，干嘛不直接处理成是水的其中一个意思嘛？它的一个词义是不是也可以的？如果你这样处理，是不是认为它引申出一个意思了吗？那到底有没有引申，是不是要反映了一个问题，它有没有从临时的意思固化成归约到词的内部去？那标准在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不是看频率频次？先秦汉语你去查水，假设水有1000例，你只找到这么一例是表示游泳的意思，那你是不是基本上可以认为这句话里边的这个水的用法可以是荀子的什么？荀子的个人的言语创新，不属于我们整个群体接受的语言习惯，这个时候是不是叫活用？明白了吧？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地方是不是出来一个问题啊？活用或者叫临时功能跟次要功能之间是不是有个模糊地带？是不是有个模糊地带吗？比较典型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讲此类活用，我们这个地方也讲到，比如说大家看195页的第七个，大家看第七个啊，第七个，大家看195页这个第七个，是不是叫名词做状语，对不对？名词做状语在很多教材里面是不是当做活用呢？是不是当活用呢？但事实上你仔细去查，比如说赴西走，这个西走，东去，东归，西归，如果你去查先秦文献，东南西北做状语满地都是，是不是东南西北做状语满地都是啊？既然满地都是的话，你把它理解成活用，是不是就不是很好了？
活用一定要给人家什么感觉啊？给人家一种新奇的羞耻的感觉。这个是不是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叫做从修辞学到语法学，对不对？修辞给人感觉是不是要有很新奇的感觉，对不对？那这个东南西北，其实你说司马迁或者班固写了一个西走东去，你会觉得司马迁跟班固很厉害，言语水平很高啊，他会写西去，没有任何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打个比方，就像我们今天，我说今天的这个夜空很北京，我说这个人唱歌很曾轶可，对不对？你也不会觉得我有多厉害，对不对？因为很加名词，是不是对今天来说，是不是它一个语法规则大家都很熟悉的，对不对？你可以很淑女嘛，很男人嘛，是不是今天来说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不是很修饰名词，是不是很常见了嘛？在这个前提下，是不是你不会觉得很曾轶可有多奇特，对不对？但如果在民国的时候，余光中先生写了一句话，对不对？今天的夜空很希腊。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看到过很修饰名词，突然之间爆出了一个今天的夜空很希腊，那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那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说这个要看到底是不是什么言语创新，对不对？那关于言语创新，还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王朔的，记不清楚是哪个里边的，可能是过把瘾还是哪个里边。说独领风骚，说我们大家都各自独领风骚，你骚几年我骚几年，这个骚是不是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骚，对不对？这个骚是不是领风骚的意思啊？但你平常有没有人这么说话，说哎呦你骚几年我骚几年，人家都不理解你这说话是啥意思，一定理解的是另外一个意思，但他那个语境里面他是说的是领风骚的意思，这是不是算活用？古汉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这个，我记不清是在国语里边还是在左传里边，有句话叫尔虞我诈，我应该是左传的，这句话尔虞我诈，我诈，这个活用很典型啊。吴王是什么意思，没问题吧？吴王是不是就是吴国的王嘛？确切说是不是他可以指好多好多，只要他当过吴国的王，是不是都可以叫吴王？当这句话是说你想让我变成吴王吗？他说的不是某一个或者任何一个吴王，而说的是哪个吴王呢？是被吴王僚，不是被吴王僚，吴王光，也就是夫差的父亲公子光杀掉的吴王僚，被专诸刺杀的那个吴王。这个语境在哪儿呢？有个人拿一把剑给另外一个人，假设张邯给李斯了，那给剑古人要求给剑应该怎么给的？你不能够把这个剑锋对着他给，你是不是应该把剑柄对着他给？你看看，哎，我的剑是不是要这么给的？你要这么给，是不是你这个居心叵测，对不对？当有一个人张邯这么给的时候，李斯就说了一句话，尔虞吾往我乎，是不是你就是把我当成刺杀对象，你想让我像吴王一样被刺杀掉吗？对不对？他说完这个以后，张邯就拿这个刀啪刺杀了，对不对？那这个吴王是不是很明显不可能是此意啊？没有一个语言会很特别的说，我有个吴王的意思就是让你变成吴王僚，或者说要让你像吴王僚一样死去，这是不是不大可能的？而且这个是不是整个现今文献的吴王只有这一例，这个是不是很明显的叫活用，对不对？叫活用啊。